户体验管理，香港国际机场。香港国际机场是世界上最繁忙的货运枢纽，亦是全球最繁忙客运机场之一。自香港国际机场启用以来，我们坚守安全、营运效率、顾客服务和环境四大原则，亦因为这样，我们先后超过60次获选为全球最佳机场。作为全球最佳机场，机场汇集了多达320间商店，当中不乏世界知名高级时装、钟表及珠宝品牌，令旅客即使身在香港都可以搜罗世界各地的高级商品。此外，不少名店亦已进驻机场离境西大堂，为旅客提供不同的时尚服饰。机场内有不少机场限定美妆及护肤优惠妆，而美酒产品亦有独家免税优惠，两者都是不少旅客必买之选。除了名牌商店，我们亦在机场离境东大堂设立心系香港零售专区，由15家本地知名品牌提供展现香港本土以及中西文化交融的特色商品供旅客选购。机场可以说是秉承了香港购物天堂的美誉，而丰富多元的购物体验亦深受旅客推崇。香港国际机场汇集了多达90间食肆，其中离境西大堂的美食广场更是米芝莲食府汇聚之地，旅客除了能够品尝世界顶级佳肴及一系列以崭新方式呈现的传统大排档小食之外，更能饱览停机坪的优美景色，一睹飞机翱翔的风采。近年香港国际机场推出了一连串惊喜活动，以提升旅客购物体验。为了令到旅客能够尽情购物，凡以电子货币消费满指定金额，旅客即可换领机场现金券，最高可达15,000港元。各项购物优惠亦上载到手机应用程式、机场网页和社交网站，方便旅客预先安排他们的机场购物之旅。消费满指定金额的旅客更可享机场免费送货服务，令旅程变得更轻松自在。秉承以客为先的精神，香港国际机场将继续为旅客缔造顶级购物体验。